哎，快压！大，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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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干什么的？刘探长都不认识吗？这就是报纸上写的第一美女侦探吧？没错，就是她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来这里找你肯定是有要紧事了。那我要不要回避一下？最好了。等一下，打完这把，发牌。我两队，顺子，我赢了，哈哈，收拾东西走人。是，喜老二，赢那么多，不给点喜钱啊？好啊，哎，留一半给两位探长。不用，给我一张就好了，谢谢。走。怎么样，老妹？输光了？输光了。真可惜啊，这都够买六把毛刺了，亏大了吧？我都不心疼，你心疼什么？看眼枪，是不是你的货？上海滩，你找得着比这成色更好的吗？嗯，谁买的？行有行规，道有道规，我是不会出卖我的买家的。是不是要我一枪打爆你的头，你才说？说啊。一个男人，30多岁，北方口音。还有呢，个子跟你差不多高，有点黑。还有呢，嘴上有个痦子，够了吧？够了。下次说快点，这把枪很沉的。还有，这是买枪的钱。是。你说是就可以，还给你。哎，刘探长，那帮人是去抢金铺呢，还是去杀人呢？杀人。哦，杀谁呀？杀成了没有？杀我？你看杀成了吗？他们不早说，杀你六把毛瑟怎么够啊？起码得再加一挺机关枪。哎，那个人是谁啊？他叫老麦，以前是黑帮的枪手，有一次差点被抓住，后来就隐退了。这个人呢，没有什么嗜好，就是个烂赌鬼，一有钱就去赌，不尽兴就不回家。既然是枪贩，那为什么不抓他呢？抓他？为什么？抓了他还是有人会倒卖枪支的，而且我觉得他人比较可爱。可爱？你不觉得他可爱吗？只有你这么觉得吧。好，买枪的人我们已经找到了，下一步该干什么？去银行。为什么要去银行呢？
刚才呢，已经有一个人把捆钱的封条拿出来了。嗯，可以啊，观察力不错嘛。买枪的钱不少，买凶的钱会更多。这么一大笔钱从银行出来，一定是有记录的。既然如此，就赶快去银行，一会儿就关门了。走。范督察，总共是六个人。六个人，五把枪。啊，刘探长带走了一把。六个人都干不过俩。哎呀，我哪知道啊，还说是东北来的，价钱一点都不便宜，谁知道这么没有用。哎，枪有什么关系啊？枪又不是我买的。哎呀，钱能留下什么线索呀？啊，你放心，绝对不会出什么纰漏的啊。麻烦你看一下。二位探长，这确实是我们银行的封条，不过这是两年前的了。啊？两年前？是。我们去年年初就换了戳了，你看这是新的。您拿来的这个是旧的。那这个能查吗？这个实在没有办法查。在枪上找线索，到银行去查钱的来源，你们这么做很对啊。可是没有想到对手比我们强大，想得比我们周到。再周到也会留下线索的。你们现在一定要耐心啊，一定要冷静。范督察说的对，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就要好好的从长计议。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做呢？好，你们今天很累了，回去早点休息啊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们哪有那个心情去休息啊，这个案子刚刚有那么一点眉目，我发现对不起啊。发现什么呀？没发现什么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我们按照范督察的指示回去好好休息，天亮努力工作。走了。哎，走啊。嘿嘿嘿，走了啊。再见啊。你拉我干什么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我知道你没说完，但范德威是个老狐狸嘛，你能问出些什么来啊？能问出什么来？你告诉我。就你聪明。我刚才是故意的，只不过想试一下他的反应嘛。好，我就当你是故意的，那你看他有什么反应了？我现在还没有证据，所以我不能说。但是我知道当年的断手案害了我父亲，却成就了那个范叔叔。而且他当年的态度非常的奇怪。这一点都被你查出来了，好样的。对了，我查到了我父亲办案的笔记，里面明确的指出当年断手案的最大受益人叫许少林。是商会的副会长，他现在已经是正会长喽。这就对了，而且我爸还指出许少林的背后还有人。啊，你是在指范德威啊，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。自从你爸爸也就是我师父出事后，说真的我就开始不相信他了。真没想到啊，你跟我想法一样。和你一样啊？那你做了什么呢？无谓的叫我小心小心，结果呢还不是被人追杀。小姐，你不要搞错，他们不是来对付我的，是来杀你的。杀我干什么？他们什么人啊？是北方人啊，我还从他们的鞋里发现了乌拉草。什么是乌拉草？乌拉草是北方人用来防寒保暖的一种植物啊。北方人？我跟他们素未谋面，他们杀我干什么？难道是跟断手案有关系？说对了。我是法捕房的刘凡西探长，这儿除了住你们两个人之外，有没有其他人住？没有别人，就俺们俩。撒谎。
两个人要吃这么多东西吗？这里一共是八个碗，其余六个人呢？你是谁啊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来问你，你最近是不是接了一笔大生意？是不是一群北方人买了枪去杀人？是不是？啥？你说做啥大生意啊？俺们是穷人，没钱做生意的。刘探长，二宝，去看看。是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钱藏在下面？那如果你们不老实回答我的问题啊，这儿所有的钱就会全部充公。我来问你，拿钱到你家里来的人你有没有见过？见过。他长什么样子？说过什么？穿什么衣裳？他戴个帽子，我没看清脸。他穿着大衣，料子一看就是很好的。他说话就跟你一样，跟俺们东北人不一样。就这些啊？这不跟没说过一样啊？去。我问你，这些钱是不是用这报纸包着的？是这报纸。香港报纸？还是财经版的？他居然会留下这么大个尾巴。可这些报纸不能作为证据。他起码给了我们方向，嗯，没错。怎么样，查到什么没有？二宝，把那个拿给我看看。这种报纸不得见呐。行了，你们也折腾一晚上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这儿交给我了。范督察，我们不累。珊珊，你也一连好几天没休息好了啊，查案归查案，哪能这么折腾是吧？别让叔叔担心，回家去吧。好吧，范叔叔。哎，照顾好他。我路上小心点儿。哦，明白。珊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回去好好睡觉，养足精神，明天还有很多案子等着我们去破呢，对不对？范督察，这两个人怎么处理？带回去。走吧。哎呀，跟我们没关系啊，我们只是做饭的冤枉啊。哎呀，五万一个。把你那什么票收起来，我只要现钱。这就是现钱，到银行就可以换钱。哼，我这德行，哪个银行让我进啊？拿现钱。好，我给你准备现钱。不过我找你是因为你嘴严，如果我这儿没有如果，我认钱不认人，你先付一半，剩下另一半事成之后再付。如果事情没有办成，之前那一半，哼，我也不会退。我想问问你，你还是
以前的前妻吗？怎么，嫌我老了？问问而已。去拿钱去吧。就要这些吧，帮我包起来。好，那张报纸啊，一看就知道是商会才有的，普通老百姓怎么会看那个？好，谢谢啊。两碗面。好，稍等。所以更能证实我爸的推断是正确的，许少林有很大的嫌疑。嗯，我也有同感的。如果许少林当年雇凶杀人是为了他的阴谋，那这次的案子里，第一个是一穷二白的大烟鬼，第二个是教堂里的神父，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慢用。如果说教堂神父是因为见死不救，那么杀薛三儿又是为了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他杀死了那么多人，只是单单为了坐上商会会长的位子，这么简单吗？当年我爸就是要挖出这背后的第二个动机。你想，如果是排除异己，可以让陈亲迅速的杀完人之后销声匿迹，没有必要弄得那么耸人听闻吧？这么说，当年的案子，除了许少林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关键人。于是你怀疑范德林。功夫有点奇怪，恐怕追他会遇到埋伏的。我们先回去，再从长计议。时间弄清楚了吗？他傍晚会出门，先去八仙楼吃饭，再到百乐门跳舞，回家要半夜了。屋子你进去过了吗？进去过了，该做的都做了。好，终于轮到他了。你胳膊还疼吗？今天不疼。你今天很不一样。怎么了？很兴奋。我只盼着天快点黑。你闭上眼睛，天就黑了。快点把这些家伙都解决掉，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。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我想要你活着，只要你活着，哪怕眼睛瞎了，手断了，腿瘸了，我都跟着你。晚上我和你一起去。别说话，跳舞。Thank you.
个凶手制造了两起断手案，第二个案子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断的遭到袭击。你觉得这两件案子是有关联的？总而言之，现在是腹背受敌。所以一开始我就不希望你介入进来，这是我对师父最好的交代。对我父亲最好的交代，就是把这个案子查清楚，还他清白。我当然知道了，但是我不希望看到你出事嘛。我不会出事的，我父亲只要看到我们的努力，他一定会保佑我们。但愿如此啊！可这个案子难就难在，我们一方面要查袭击我们的人，一方面呢，还要查挑战我们的人，难免顾此失彼。我看你是太悲观了，你不觉得我们只要找到一个目标，另一个目标就会不攻自破吗？现在我们应该好好的想一想，下一个受害人会是谁？别找了，在这儿呢。姑娘，你看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啊？我们又不认识。再说，这枪已经好久没用了，都已经生锈了。老陈。你没死，豆沙糕不仅我爸爸爱吃，我也爱吃。我。哎，不，小兄弟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可别杀错人呐！啊，杀错人？你当年杀人放火的时候，就跟我们父子俩有冤有仇了？这不，放开我！你是真是老陈的儿子？没能斩草除根，很后悔是吧？我要谢谢你这个愚蠢的脑袋。小兄弟，我当年也是被人给逼的呀。我想要知道逼你的是谁。这不能说呀。我说我全说。只要你饶了我，我什么都说。那就要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，对不对我的胃口了。是真话，是真话，全都是真话。我要说一个字的假话，天打五雷轰。好，那你说吧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有个叔叔。五年前他只是一个孩子，还不清楚所有的内情。但是现在他长大了，要找到直接害过他们的人报仇。
法捕房就有可能是下一个目标。法捕房范围这么大，把范围缩小一点，那就是五年前办案的人。你说的很好，很对我的胃口。他们真不是人呐！啊，干了那么多的坏事，这全让我和你爸来顶罪。小兄弟，你赶紧放开我，我知道他们在哪，我带你去。啊，不用了。啊，你先走一步去等他们，这样更对我的胃口。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？我没答应你什么，答应了也可以反悔啊，就像你们当年对待父亲一样。救命啊！救命！杀人了！你真没出息啊，哪像个心狠手辣的巡捕啊。哦，对了，你现在已经不在法捕房了，你发财了，从红孔的日本人手里盘了个汽水厂，改名换姓当了老板。你吃着日本人的寿司，喝着日本人的清酒，这五年你过得好舒坦啊。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了，我要把你的手腕整个切下来，我会把血流的速度控制得很好，你可以看着整个过程。切下来之后，我会给你做一个简单的处理，让你的血一滴一滴地流。你吃了多少日本饭团，卖了多少日本汽水，你就会流多少滴血。你不会这么快死的。为了酬谢你刚才的真话，我会给你特殊的礼遇，不给你添加任何的麻醉剂，因为像你这么贪的人身上的血一定比别人更多一些吧。把你的手切下来之后，我会和五年前一样送去法捕房，如果他们来得快，那就是你的造化了。不过据我所知，之前他们还没救下任何人。你最好祈祷天亮的慢一点，根据我的计算，太阳出来了就把你带走了。你真吵，我给你放点音乐吧，也许能缓解你的疼痛。有血腥的味道。你没说错，这是男人的手，已经有些岁数了，个子也不高。什么？塔尔菲斯路，塔尔菲，哎，离这里很近的，我们还有时间，走吧。等一下，塔尔菲斯路那么长，我们去哪里找啊？难道一家家的找吗？这个凶手每次作案之后都会留线索给我们的，不信你仔细看一看。汽水商标？没错，汽水厂老板就住在那里，走吧。太阳出来了，看来奇迹不会出现了，这一次我们又赢了。我们走吧。范督察，范督察，
范督察，段长什么时候送来的？天刚亮的时候送来的。啊，通知刘探长了吗？刘探长已经跟罗探长出发了。什么？出发了？是，他们刚出发不久。从段长送来到他们出发，这中间有多长时间？大概有40多分钟。带几个人跟我走。是。刚刚断气，他算得正好。这次手腕的切割和以前一样。奇怪的是，这次并没有中毒的迹象。哎，跟你说话呢，怎么被死人吓傻了？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？谁啊？他是徐昊。你能确定吗？就算我认错，凶手也不会。人呢？人在哪儿？哎呀，来晚了。被杀的是什么人？我们不认识。方队长，你看看你是不是认识？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做？从头查起，一定会有遗漏的地方。死了？对，看来这个杀手对当年的事情还是记得很清楚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看样子刘凡熙还没认出徐恒，不过再查下去，他们很快会知道徐平就是徐恒了。你确定刘凡熙没有认出来？看表情他还不知道，除非他在演戏。不管怎么说，都不能让刘凡熙和罗珊珊继续查下去，我们得想个办法呀。珊珊，你看照片上的人呢，就是徐恒，是不是跟徐平一模一样？我找了他很久啊，但很可惜，凶手还是快了一步。这个凶手真的是很厉害啊。根本不是凶手厉害，是我们太无能。这个凶手啊，肯定有人透露消息给他。你说会不会是范德威？不可能，如果范德威要杀他，
不会等到今天的。亏你还想得出来这个问题，你不是说你找许恒很久了吗？他躲了五年，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上海。要不是凶手找到他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。我现在很想知道，范德威在见到尸体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。那你去问他呀，你不整天见到范德威割长割短的吗？一副奴才相，看了就恶心。罗珊珊，你实在太不了解我了。我这个叫伪装啊，是以弱示敌，你明不明白？你已经够弱的了，不用再伪装了。好了好了，最弱的是我，最强的就是你了。现在许恒死掉了，行刺我们的人也没有抓到，下一步该怎么做？你够强啊，你教我。嗯，给什么呀？只有这个啊，冰箱里只有这个，拿来。哎，让刘探长知道了会不会挨骂呀？嗨，废什么话，里面这东西不是很多吗？再说了，又不是什么重要的证物。过来过来，帮我看看，没事吧？啊？哎，你看看你，小心点啊！还喝不喝？喝。还真不错，解渴消暑还扛饿。刚才啊，我喝了两口，哎呀，这肚子一下子不疼了。你也整两口？哎，不了不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又开始疼起来了？快扶我去厕所。好，好。哎呀，哎呦，慢点，慢点，哦，慢点。我说小五，嗯，你小子是不是害我？这东西是不是过期了？没有啊，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。我说过期就过期了，哪儿那么多废物？守着。是。这个许恒，五年前参与了断手案，五年之后他同样死于断手案，你看这样算不算有始有终啊？之前的两个受害人跟当年的断手案都没有关系，但是许恒是当年断手案的关键人物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就是在想啊，如果这个凶手是为了五年前断手案回来报仇的，为什么这一次会牵连到薛三呢？想知道为什么，抓到凶手不就知道了吗？走到徐平家去。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来过这？你不用这么敏感吧？谁能进得来啊？这里是有人看守的。我之前怎么没有发现这封信？嗯？什么信？徐平父母写来的。是，我怎么不记得许恒还有家人？就在四京，很近啊。喂，会不会是个圈套？就算是，也得去钻。我现在去他父母家里，你到汽水厂去，看看许恒还有没有其他的亲属关系。喂，你走那么快干什么？查出什么了，向我汇报啊！哎，不对啊，我是探长啊，他是副探长啊，怎么命令我做事啊？真是岂有此理啊！没大没小的。